请看牌。天黑，请闭眼。感谢英吉的钞票枪，谢谢，感谢英吉的钞票枪，谢谢。天亮了，现在开始警长竞选，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我怎么第一个发言？我本来准备上警来讲故事的，我第一个发言我没准备好，我怎么先换了个手机？这个摄像头还自己开了。我不是，我先看一下我是什么底牌。我不是预言家，我也不是狼。然后呢，上警的终极目标就是本来准备上来讲故事，结果第一个发言没有准备好。就我的这通发言，我个人觉得有好人面也有狼面，对吧？那你想打，你可以觉得我像个好，也可以来打我。那总归你来打我的话，你得打得有理有据。首先我觉得我作为一张好人牌的好人面就在于我第一个发言，我既不紧张，我还可以聊这么多，对吧？我也没有上来白白上警，好吧？然后我就先过。我觉得这个天狼哈，我个人感觉这个天狼是真的，这某些就是天狼的玩家素质是真的低。就像我拿狼悍跳的时候，那预言家我不知道为啥就一直贴脸，一直贴，这搞得我拿狼都不愿意玩狼了。嗨，这真的挺那啥的。我希望这把吧，是年轻人啊，是确实是不能压抑自己，该干就得干。但是我这把吧，就希望你们能克制一下，对吧？那狼什么违规怎么着的，是吧？起状态高点，那高点呗，行吗？那他们找不着你是那个预言家，那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吗？是吧？我就觉得预言家那个你是发言差一点，那个狼人发言好一点，好吗？也别什么什么起情绪啊，这是什么违规了，怎么着就赌票去。怎么着？哎呀，我觉得真没必要，好吗？这个八号玩家，我不知道人家八号玩家他发言是什么，我听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八号玩家他说什么看底牌怎么着的，他如果晚上是张狼的话，那这八号玩家怎么样？这不贴脸吗？我怎么跳？但是八号玩家，我觉得八号玩家的人设不是这种人，所以说呢，嗨，我八号玩家身份给不了，别的就没啥了，我就过了吧。对啊，我底牌是个预言家，摸就四，没有什么心路历程，想摸就摸了。警前前这位82两张牌，我觉得都还行啊，因为这个位置我底牌是张预言家牌，我对这个时事好感度还可以。八这个位置说，哎，你们要盘我是个狼也可以盘，盘我是个好人也可以盘，略显于做作。可是我感觉也不是说很像狼。我觉得警后后这位小人这个位置，且外置位接不到什么身份定义，底牌为张狼牌，可以给外置位丢金水查查都可以了。所以说我觉得82两张牌还好。警徽流压一张这个，压谁啊？压这个9吧，压这个9，压这个10好吧。因为听感的话，82两张牌听感还好的话，我是再听一下警徽流直接压右置位90
九和十一两张牌。我对话我的金水牌就是不要烦我的水，我不太喜欢金水烦水。我这个位置验出你是个金水牌，我希望你盘单边跟我走，你外置位可以去点狼或者怎么样都行，可是你这个位置没有必要盘，一定要去盘个双边，说这个位置一定要说，哎，我让别人感觉你是张好人牌，你是我验出来张金水牌，就你发言像个匪，你也是个好人，懂吗？所以说不要担心，就直接打好吧。就我这个位置不存在炸身份，就但凡退水十二点五票我自己先走，我加十卡点一张，省得你们说我这个位置无成本悍跳。我底牌是个预言家，不存在悍跳，该点的该聊的我都跟你聊了。我对话这张三是你听不出来我底牌为张玉，我直接标你狼打，因为我对你这个三是有要求的，好吧，就没有了。听听警后后置位谁跟我跳。我点了下这个二的头像，哦，他的 ID，这个是场外话，这个 ID 是两位数的，有点骚啊，我感觉，好吧，过了哦。没有了，听完一圈发言我再会去点坑和我打的警徽流。我警徽流打的是九和十一，因为这个位置我听八十两张牌听感还可以，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我打你九十一的警徽流，不是说一定要是奔着狼去验或者金水去验，我这个位置就是单纯的为了拉票，因为我底牌是个预言家牌，仅下五张牌我总得拉拉票，我打你这个九打你这个十一，如果说你们两个不给我上票，我要听你们心路历程的。如果说这个位置你觉得为了打而打我的话，我直接盘你们底牌是非，你如果有理有据打我底牌不上张玉，我听你发言，如果说我觉得你这个位置有的救，我还是会选择去验。如果这个位置强盗逻辑打我这个十二底牌违章匪的话，我就不要，好吧，过了，不会退水啊，退水十二点五票我走。啊，那个验的六号金水，那警徽第一张肯定要开四了，因为十二号发言之后警上只有三个人，二四六，那已知六号玩家是我金水，六号玩家是好人，那这种情况下，十二号给四号玩家发金水，那我觉得就大概率有可能是双狼，那所以我就给四留底警徽留吧，正好四号玩家一会儿也会发言，但是这十二号应该不会放手了吧？他这发言已经定死了悍跳了，所以我警徽流先打死了。然后另外一张去留谁呢？随便留吧。他警徽流是留的九和十一对吧？然后听十二号发言，他估计跟三号应该不太认识。那我就验一张，随便留一张井下的吧。那就验九，那我就把九验了。啊，那我就先验四，再验九啊，六号金水，为什么验六就不说了吧？这个验人的心路历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可说的，啊，就随便瞎验的，我拿原价随便乱验，听四发言吧，听四号玩家发言，因为四号玩家如果现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家听出四号玩家是狼的话，那十二号玩家就跑不了了，因为这个位置，十二号玩家给四发金水应该是四十二双狼。其他就没得说了，好吧，我就先过了。我开始了，我听到十二玩家说叶方老师四号的，我一直没听到到底是给我一张金水还是一张查杀，我到了后面才听到四号玩家的金水牌。那我铁站里边好吗？四号玩家一张猎人牌。猎人牌铁站那张十二牌牌的边，就你二号玩家，你那边说的法就是说，后置位这么几张牌了，他起身给我一张四号牌发金水牌，虽然我没有听到，其实我因为我是买，哎呀，其实这个猎人可以自动身份的，我也不算查了，但是我觉得我的猎人牌在这里，我哎，就你二号说的那一点就是。滚你妈！你还敢说自己是买的？我操！记得说啥了？就是那也太赖了。算了，过了，反正我就站边这张十二号牌，我经常验了，我玩你妈！哎呦我去！后面十二号牌唯一听到一点就是说，啊，你听你四号发言，你问四号警徽流什么什么，哎呦，你不用念我了。我真是预言家。至少就是在没有后置位，就等一下看票型没有特别爆炸的那个发言站边这张十二号牌的话，那我是铁站边跟着这张十二号走了，过了。我他妈不是狼，我真不是狼。那一杆枪都出来抢十号票了，那还能怎么聊？那就反水战十二边呗，不然我总不能吃枪子吧？
讲道理，这个二号小玩家，你这发言有点简短。这个四要不跳枪，我感觉我也不太敢站你边。但我是个好人吧呀？那这个七有可能是张狼哎，边角哎，对吧？那看看这个一的上票哎，那这个一都这么强势了，那看一下一三五九十一有没有这个二的狼队友敢冲的？冲完之后对话这个四，对吧？对话这个四，说这个四是敢傻枪站错边了，看能不能拉回票。哎呀，我早知道我我觉得不也行，跳了，我他妈对吧？吐了。狼队嘛，就应该打冲，不要打勾。打勾的话不好找狼，好吧？那站十个边，好吧？不我能是，不能接个双金水十号牌，当双金水用？哦，还有个七十二的边呢，占不了十个边啊！那十号牌都没跳预言家呀，是不是？还说这个一零跟一二分不清啊？我怎么听这个二的这个声音怎么有点像 GY 呢？啊？但是 GY 能跳成这样吗？拿预言家能跳成这样吗？那狼人牌跳不了这样啊！我他妈跳成哪样？听我着我真他听妈是着预言家，有点扎现在耳朵，混不你知玩道狼吗？人杀，我真有点他妈扎吐耳了。朵，好吧。我要亮底牌了，我要贴脸了啊！然后前置位的发言的八十两张牌，十二认十可以啊，你认不了这个八呀？你怎么认这个八呀？因为十那位置它是黄金跳位没有跳，你可以认它一张好人牌，因为上井的牌，因为黄金跳位挺多的，上井的牌相对来说不是很多，知道吗？他是狼前置位该跳了，但是八第一个发言他发言状态，你觉得像好人吗？我没有觉得八像好人牌啊，是吧？然后这个游戏怎么说？我先不去聊这个二十二的吧。我觉得怎么说，那十号牌说什么这个什么预言家不能打情绪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个游戏是可以提一些情绪的，你懂不懂？你因为这个游戏你就看看那个举报那里边，他没有他举报的只有场外贴脸什么这种东西的，没有说情绪，因为情绪是可以流露在这个游戏里边的，知道吗？尤其是面纱打的情绪打得更高的，网上也可以打情绪啊。那就状态嘛，也不是情绪吧，就是状态上来一点嘛，也不叫情绪啊，对不对？不管谁都可以这样聊啊，你也不用说什么拿狼跳了怎么怎么样，那你拿狼跳了，预言家给你提来，你就送他赢，或者是有人想跟你赌票，赌票就完了呗。聊聊那些有啥用呢？是不是？你该跳跳你的就完了啊。那井上的牌，反正十号牌怎么说呢？我也拿捏不准他，好吧？毕竟他没有跳，我觉得那个位置。你不管二十二谁是狼同伴吧，反正都是个黄金跳位啊，你也可能打好格式了，二十二去跳。哎呀，不是楼下怎么这么多观战？这二不会真是个 GY 吧？我听的声音很像，你知道吗？我一听这个声音，但是怎么能跳成这样呢？我听他聊的这个方式有点是自爆式的悍跳啊，真的自爆式的悍跳。这位置还要盘十二，能不能放手吗？这十二这个位置后边只有几张牌了。这几张牌他怎么可能炸身份呢？炸身份我井上牌发个金水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知道吧？井下的牌你们自己投吧。啊，就是二这个发言，第二个发言的第二个起来前面有一张起跳的牌了，怎么发言他这么简短呢？第一井头压四，你要是盘这个位置，他可能给自己狼队友发金水都不用压这个四了，四又接不到身份，你就听四发言就行了，不占你别人牌不是身份就是狼啊，而且四十二攻边那。那四起跳啊，没有必要十二跳，四又接不到身份，是不是呢？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啊，生气！我这么好的发言，还能爽？我这发言挺好的，
怎么还有人给我上票？我操！啊，我没钻石了。票一说十二给四发了张金水，按道理说十二的面比较高，因为一号牌在井下，四是个枪牌，十二可以给这个一号牌定身份的，是吗？我是不赞同说你四号牌拍枪就十二铁玉这种逻辑的，所以我就没上票。那我不确定谁是冤家哦，就不上票了呗。这个理由充分吗？十二号牌。我去打电话。充不充分？是吗？因为你说八十都是好人压九十一的警徽，我也觉得没差，是吗？因为你也把一号牌打成焦点位了，给四发了张金水。我也不知道咋聊，好吧？那我能不能不聊天了？我没听出来谁是冤家哦，但是十二的力度可能比你二号牌大吧，对吧？按逻辑按道理的话，十二的力度可能比你二大，但是我不赞同说你四号牌是个枪，这个十二就是个铁玉这种说法，好吧？那就是说十二是冤家，那你就去找狼吧，好吗？我觉得这二号牌井上聊得太简短，是吧？相比那就没得说了，呵呵，我过了。不是那个四号玩家，你这要站边谁呀？你为什么要拍身份呢？你那意思就是说你买了杆枪呗，是吧？然后你为什么要拍身份呢？你拍身份你要站边谁呀？你拍身份你能站得对边吗？三连问。好吧，不是，我觉得二号玩家这聊的多好啊！我的天哪，二号玩家拿个冤家在他那个位置，二四六三张牌，把这个七号玩家单空了。我跟你说，二号玩家他只有是那个预言家，歪哥他只有是那个预言家，他才能这么聊呢。不是，你们不用去什么二跟十二当中去找谁是那个预言家，你就二跟十二当中谁去找那张狼就得了呗。你十二号玩家放十的点是因为十号玩家在这个位置没有跳，十就是那个好人。我的天哪，凭什么呀？四号玩家，我给你梳理一个最简单的所谓的逻辑哦。假设后置位二三四，你四号玩家是杆枪牌，二号玩家给三号玩家发个金锁，然后呢，他发到真预言家头上了，他可以自爆啊。这个游戏有什么力度可言的呢，兄弟啊？这又不是打大车，不能自爆，别那么信力度，别那么信格局，行吗？他验了你四号玩家，你信不信他，是不是取决他自己的发言？他为什么要一直对话你呢，宝贝儿？他在骗你呢。回头，好兄弟，好吧，我相信你的配置，你能站对边的。这把跟着二号玩家走，这个七号玩家警上他对十号玩家怀疑，他怀疑的罪，十号玩家就可能是那张做身份的狼人牌，没关系。但是以十号玩家的人设，我要在狼队的话，就不会让二跟十二去跳，这是不是一个很正的逻辑呢？七号玩家，我自我觉得还行，好吧。那这个十一号玩家，你这轮的发言，你就是跟这个十二号玩家，我不跟你，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怎么着？那你不就一定是张狼吗，好兄弟？所以说我是觉得十一是张狼，但是我也定不准。但是我找着了十二号玩家是张狼，那就今天我就一定会出十二的，好吧？别信力度了，兄弟，好吗？你就想想十号玩家，他说八号玩家挺做作的，那八号玩家做作，他凭什么是个好人呢？怎么给八十身份的呀？啊，打个九跟十一的警徽流，我不是悍跳，我不是那个什么无成本悍跳，怎么怎么着的？这什么发言呢？这还能信他是那个预言家？别闹了，好吗？没准人家二四六七都是三张好人呢，他就博这个力度，是不是呢？没准前在这个八跟十当中开狼呢。当然我不是张狼，八号玩家狼人，好吧？但是这都说不准，好吗？你看没有听过这个一五十一九八的第二轮发言，怎么能点四狼呢？反正我在那个位置我点不了。但是二号玩家他不开直播，不开直播我最近很少看他，我最近不看二号玩家直播真的变菜了很多，所以说跟着二号玩家学习还是真的进步挺大的。反正今天我就定死票了，好吧，就出这个十二，别的就没啥了。今天先把这个十二给出了，好吗？我是真的站边二，我不是假的站边二，好吗？我就一天一定会挂边这个十二，狼人。十二一踢就是个悍跳的，好吗？这个十二号牌跟我说，啊，四金水，
啊，警徽流打个九打个十一把左，周围警下不需要验吗？对吧？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位置，井上后置为四张还是五张牌？这个十二往井上甩金水，你四在这个位置怎么就能铁站边呢？这个一号牌你有没有想过，十二为什么不验一？他不验一还不兑换这个一，他的警徽流只有九十一，一三都不在他的警徽，一五都不在他的警徽流里，他能一五两张牌，凭什么给这张十二号牌上票呢？对不对？你四号小玩家井上又要说自己买了个枪。要说哎呀我不应该这样说，我能自证身份就证明你不会玩枪啊，你会玩的话你在那边应该把自己聊得更炸一点，或者说你把自己聊得不是那么的像一张枪牌，把自己聊得像个皮皮牌，让外置位的人狼牌或者好人牌踢发爷踢下你，对不对？或去打你，懂吗？井上不应该这样跳，何况说如果我是个狼，我有可能二分之一我都敢薄利度，不要说井上了。我为什么说这个二是个预言家？二如果是个狼的话，可以直接打十二四两张狼人牌啊。井上后置位还有一个七的，对不对？但是他又说第一警徽流来留你，这就是一个预言家的视角，知道吗？因为他也怕说你这个是，你这个四有没有可能是他薄力度的一张牌，懂吗？我觉得这个十二是个狼啊，好吧。你四号小玩家这边跳出来了，其实对好人的格局是非常的不好打的，好吗？然后的话，我觉得这个十是个好啊，这个十一号牌听上去感觉是要站边这个二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票型会怎样，好吧？然后的话，这个七井上末置位的发言，什么歪哥是吗？我要笑死了 ，JY 是吗？这个二号小玩家。二号小玩家刘四的警徽流，我就觉得很像一张预言家，好吧？我觉得虽然说他发言简短，这个十二的警徽流就是个悍跳的警徽流啊。聊着聊着说，哎呀，二号牌的什么 ID 是两位数的，好吧？就感觉很轻浮，好吗？就不像一张预言家在招狼。这个二虽然发言简短，但他的警徽流是我心中预言家的警徽流，好吧？一五这两张牌在这个位置直接上票给这个十二号牌，这个六的发言啊，不可能跟这个二过。我他妈没了这牌。这个二过变，这个六说啊、哦，我不想刺枪子儿，你把我当双金水打，好吧？我觉得六二不可能共面，六发出这种言，所以总而言之，二就底牌是一张预言家哦，好吗？就兑换你外置位的几张好人牌，对吧？我操，九号要站我边，这个十二给飞了啊！我过了啊！我操，九号要站我边，我看你投票啊！底牌是个狼，你这个九跟这个十像两张浆糊牌一样，两张牌点的加起来在那胡搅蛮缠，我的妈，听得我头晕！哎，你告诉我就单撇这个九。这个九点了个加西卡，我跟你说，这个九在说什么啊？这个九从头到尾都在兑换这个四，他没有去找预言家，他这兑换，他全程点了个加西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仔细听啊？就这个人一直在兑换这个四，你为什么要跳出来？你为什么井上能铁信这个十二是一张预言家？这个人的力度大在哪了？就点了个加西卡一直在聊这个东西，然后全程到后半段什么二三发言短，什么六又兑换了什么，就开始已经胡搅蛮缠、胡说八道了。然后到这个十字更是扯的我都听不懂在说什么。哎，井上，你就单抛开两张牌的力度来讲，你就先不要谈力度，你告诉我二的那个位置井后这个六是他的精髓，四是前置位这个十二的精髓，他底牌是个预言家，十二是个狼，井前不开狼，井下开三狼的格局盘不出来，是不是啊？妹妹，你点了个加西卡在这胡说八道啥呢？都给我听头晕。你不是个狼是个什么？你还要强势去兑换这个四，还有我兑换下你这个十一，为什么井上这个四要拍兴奋？他在那个位置井后就有三张牌了，前这两张牌已经形成对跳了，他觉得这个十二发言且可以，而且他的兴奋底牌在那个位置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力度，所以他跳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就是他跳出来的大部分的原因，70%的原因都是为你这种牌而跳的，就是我不知道啊，我听不出，我不知道哪张牌是预言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十二力度还可以啊。我不知道这个四为什么警察要拍个枪，他拍枪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牌来站边的，然后你警察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在装晕还是什么，因为如果说把九十往这个盘的话，狼就太多了。井上我不知道这个六九是在，就是从井下开始这个六九是在打联动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井上这个六发现是个二有那么一丁点关系的，但是这个九又说了一句，他说这个九又扯到这个六的发言了，他说你这个六
的发言，说什么哎呀我你十二把我当双肩水吧，我也不敢去站这个二的边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六跟这个二又不共面，这是九的原话。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暂且听了狼坑，就撇开后续们那些还没有发没有张过嘴的牌来讲，我暂且听的是二六九十十一五坑开四匪，这个九绝对是个定狼，这个十一我不知道，这个十一这种望风海我不好盘，因为他说了，他其实有点就是自相矛盾，他前面呢说我觉得这个你这个四拍了个枪，然后觉得十二还可以，然后聊来聊去就是哎呀我又分不清远的，那你既然都觉得四拍了个枪了，那后警后就三张牌了，这个力度这为什么能促使你站不了边呢，还头晕目眩呢？我怎么觉得又这位是重灾区啊，反正我是站这个十二的边的，今天可能抬这个二，我不管是不是什么 JVI 还有你们去偶像包袱去站他的边啊，就是这个游戏归游戏好吧。什么叫偶像包袱，说你妈呢，楼下这么多人应该是了，点一下吧。八这个发言情绪饱满的，很激动的，应该是张好人牌啊。井上的发言，第一个发言可能状态不特别好，那井下的发言我觉得像个好人牌啊。嗯，十一这种的，你这井下的牌不投票，我觉得这种牌就拿狼的比较多吧，因为你只是个投个警徽票啊，又不是出人票，有啥纠结的呢？投错了，直接再把他干出去完了嘛，对不对？听了下发言再把他干出去，咱狼坑呗。那投对了，那还给人家上个警徽呢，是不是？那有啥的呢，起来的发言也没有说站边这个站边谁，对不对？你是个好人也是个懵逼的牌，你是个狼也就是这个望风，对不对？就在那站着看看哪边风向，哪边风向好往哪边倒，是不是？这二真的，这是居然能跳成这样，我都不相信啊，怎么可能玩成这样啊，我都知道深看堆这成了个 JY 抗推了，我去这把这 JY 肯定走呀，怎么走啊？六号牌接了二的金水直接粉水，二六共编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吧，因为那个位置十二给四发金水，虽然说六这个行为很怪异哦，但是这个位置你除非说是二六共编，那这个位置是六不想跳让二去跳，对不对？那六发言这个发言他的发言没有发言能力啊，你听的发言就是啊，发言很简短说哎呀那这个七是个狼，那七连发言都没听的，一号牌井下的一张牌，十二跳个冤，你就算反了水你觉得十二是个预言家，那七的话发言没听怎么打七是个狼啊，给他感觉好像是咱们俩是狼队友是一样，你这做身份打我一样，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啊，夜里我也不睁眼我也不见到你，对不对啊？那前面那些牌的发言，四号牌跳枪可以跳，就是也没说不可，他又不是守卫牌对吧，他是个枪牌又倒不了牌，他觉得十二是个预言家，他跳起来给十二号票啊，可以的呀，对不对？那没啥毛病啊，那他不可能，如果说他底牌是个枪，十二又是个预言家，他又没有跳，那外置位的牌那狼人牌或者好人牌就站错边，狼人牌去打冲了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他这一跳出来枪狼人不敢冲啊，对不对？他不敢冲啊，那你这个三十一弃票了，那只能是做成二的狼队友，做不成十二的狼队友啊，因为四号牌这个力度搏到枪了，那狼队友冲啊，对吧？我的狼队友已经搏到力度了，给枪牌发了个金水，我们赶紧冲起来干预言家呀，没有必要压手啊，那你们压手了不就望风吗？不敢投票吗？对不对？勾都不敢打是不是？那你们这种牌肯定不投票也不吃验哦，那十二四个预言家只能去觉得容错机啊，这种的望风的牌一律干死啊，不要啊，是不是？至于那种的说那个不站边你的也不吃烟啊，外这边进水干死啊，对吧？那就完了呗啊，那就过了呗。那我听出来这个七是要站边这个十二了，好吧，那我也站边这个十二呀，那你打我干啥呢？那我还是二的精神，好吧，不是说人家二 JY 就一定得聊得很好，人家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哎，我他妈怎么状态不好了？我日你个妈呀！这帮逼，虽然我站不对边，还要说老子不好。就十二在这个位置给四分金水。哎呦，站不对边，还要说老子不好。就十二在这个位置给四分金水。哎呦，你需要去验这个四吗？我认为我真他妈日了狗。你只需要对话这个四，你要铁干十。你妈我金水，他他妈是我金水。交不出来呢，就发言不好直接对吧，四蛇双狼，发言好呢吃一堰对吧，我认为二在井上的发言应该是这么对话这个四的，而他没有，他直接告诉我他要去验这个四，我认为你就
就你应该这么聊，你六是你井水牌，这个十在这个位置既然选择了死亡，你这自爆剑起跳给这个死发上井水牌，要么就是双狼，对吧？要么就是张薄利多的牌，那四这个位置我真觉得没必要去翻了，好吧？且这个九十在我这聊的挺像狼的，好不好？我甚至有点怀疑，就是狼都去打电飞了，打你，电飞你二号牌，就你二号牌发言夜烂，把他一二占领你，然后就把你电死，好吗？那看我票型了，我挂二，好吧，直接反。十二，好吧。九十这两张牌，我觉得不用吃验，好吧？这两张牌今天晚上发言就缺一个啥，你知道不？四号牌和十二号牌，缺一半花生米，知道吧？给他俩一半花生米，他俩能把自己吹成白狼王，我告诉你。啊、不用吃验这两张牌，这聊啥玩意儿啊？真的。二，我上票给十二，一个是十二聊的比这二好很多。第二点是二有一句话，我听得很仔细的。二说，我等下看看四的发言。啊，四如果是个狼人牌，那这个十二肯定就是个狼。你在你预言家的视角里面，你需要看四，你需要通过四来定义十二吗？啊，对不对？你不管四是个狼还是四是一张好人牌，这个十二是不是一定都是一张狼人牌？啊，我觉得这点是在聊那个聊爆的一点，好吧？其次的话，我觉得二最后就怎么说呢，就是有点怂，呵呵，不是诋毁你二了，就是感觉啊，就有点怂，你知道吧？就是聊到这个四的有点怂啊，你等会儿把这个六验吧，分个双击水走，好吧？九十不是验，我觉得你要想验的话，你验个六验个十一，哇！啊，应该验这张六号牌，因为六号牌反水反的太快了。为什么我上打了就没有发完言？因为我在二号牌发完言，我就听出来他是那个 GY， 好，然后我就去虎牙搜他的直播间去了，然后我就不记得我该怎么发言，我就说不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啊，就后面我点了个加时开，我就那个什么了，就挂了。然后因为我去那个去搜他的那个直播间去了，但是你们放心，他直播间他是那个什么。就是把底牌关了嘛，所以我其实也不确定谁是真预言家谁是假预言家，但是我确实觉得十二号密度也比他大，因为后这个只有这么几张牌，然后他发了一张牌，他如果说但凡他不密度，我觉得他就像刚刚是九号还是十号说了一句话，说不要老是拿那个脑壳是什么，他们可以自爆，但是自爆的代价是有点大的呀，如果但凡他踩到这样子的查杀钢板牌的自爆的话，那后面其实是不好打的呀，他肯定，我觉得这种反逻辑我是不太认可的，好吧？我觉得他就是像真预言家，往后就是他摸到我确实像金水牌，那就是像金水牌，所以我说我觉得他这个密度就很大。然后二号其实二号后面发言我都不记得了，我因为我去听了他开口两几个字，然后我就去搜他的直播间去了，然后就没说什么，我还是赞美这张十二号牌，好吧？过了。是十一、十二吗？那个十一很难跟十二共边啊，所以十二玩家是井上听匪、井下听匪的一张牌啊。首先，他攻击了四，认为四井上不应该跳枪。九十有两个动作，就是很像匪，有可能是二九十外置位加一个勾，有可能是十一嘛，要不然就二九十十一，要不然就是五八十十二。我是这么认为的。不上票的原因很简单，我觉得二十二都没有让我听出来一定谁是预言家。如果二十二里边四跳枪那会儿硬摘，我可能会摘二。那我觉得十二聊的井上就很爆啊，他那个位置秒认八十好人，井上我们大开视角可以认为十井上聊的有点就是爱赖不赖的那种小意思，但八号玩家的井上发言不是原发言不是说，哎呀我切了个手机还是什么，我想换个手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牌。那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是什么发？他先说我不是个预言家，那你拿手机的时候你就知道夜里你不睁眼，你一定不是个预言家，你说出来这句话不就多此一举吗？所以我认为这张牌不就井上在说谎的一张牌吗？十二号玩家怎么能认为八一定是好人呢？那他那个位置五号玩家，首先他那个位置我认为你是个狼很简单，你那个位置在篡改发言，你是一个愿意听发言的玩家，那你怎么没听见十二爆的，你光盯着二爆连打呢？
所以我认为你们站边都不是很诚恳，就是站死边了。我不认为你一定是个冤，就是我认为你一定是个冤家，我就不盘另外那个张牌有冤一丝冤家面了。十二井上，我问他，我还是聊十二，我问十二井上聊的没有二好，原因是因为十二说了，我认为大师都是好人，我井户流开九十，没有篡改他发言，他自己井上人员发言不是这样吗？后来找补回来了，要我开九十一，因为我认为八十好人。你第一盘，我认为你井下你底牌是个预言家，你拍四首先没有什么心路历程，就是夜里啊，我觉得我想验一次，就那么巧，井上后缀还有四张，因为十二起跳之后还有二四六七嘛。我认为二还有个像预言家的点，因为我觉得他是个狼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七在井上呢？他是个狼人，一定要看十二那个位置已经给四发金水了，他知道他底牌是个悍跳，十二是个预言家，发四金水就一定是真金水。他要打格局，要不然打四十二双狼，要不然打后缀井上后缀少狼。那七在他眼里都消失了，一定是夜里不见面啊！夜里见面知道七在井上，他跟我互为狼同脉，怎么能把七那个位置空放了？认为他井后缀还有三张牌呢？所以我认为你们那个位置打二都太牵强了，好吗？五玩家那个位置都说了，他说二最大的爆点就是因为你们听四的发言，那不是对外追说了吗？外追听四发言偏匪，那不就四十二双狼吗？那你这个位置，你他底牌是个预言家，没听过四的发言，就一定打四为铁匪吗？十一，我认为你有点像匪的原因，是因为你首先攻击了枪牌，你就认为十一是个匪，十二警卫楼不是开了九十一吗？十一十二互为双狼格局，十一不就顺理成章给十二点票了吗？你那个位置打了问，我认为你打了问位置有问题，好吗？我认为你可能在打外置的好人站边时啊，我认为你那个位置发言不太好。二九玩家，你那个位置，你既然站边二，你应该交身份底牌的，因为你是为啊，我确实是那个井上发言的时候，不知道后面还有七号。那现在我们重新盘，因为当时七号也发言了嘛，那等于说十二号后面还有四张没有发言的，所以他给就是四号，你现在一定是猎人，那所以我井上确实不该打你四和十二是双狼，哎，但是当时十二号，当时我觉得，我当时确实以为十二号后面就三个人了，我觉得这个十二号给你四号发金水，你俩肯定是双狼啊，我是当时这么想的。啊，所以就是你是猎人啊，我打你打的也是确实不合适啊，你看看你回不回头。另外呢，七号玩家一定是好人了，因为七号玩家如果是作为十二号玩家的这个狼同伴的话，那他那个位置十二号就不可能敢给四号一张猎人牌发金水，啊，然后没什么了。你像五号玩家，你说你给这个九十买花生米，你自己买个助听器啊，兄弟，你打我那个点，你觉得成立吗？我井上说的是，我说四号玩家还没发言呢，我说一会儿你们啊可以这个外置位好人可以听听四号玩家发言，你们要能听出他是狼，那十二号给他四号玩家发金水的，他也是狼啊。我这话说的没毛病，当然了，五号我也不打你是狼啊，这游戏也没有必要。我是一张预言家啊，我也在这个位置，我也不用去找倒钩。但是这个十号玩家，我拿预言家的时候，他经常在拿狼的时候呢，就过来这个怎么说找我船，他拿张狼就打场上好人，然后他自己站我边，一会儿你们就看这个十号玩家的票投谁。啊，这把我也不说你十号是狼，你自己看他票就完事了，啊，我就保人就完了，我也不说谁是狼，因为我现在票本来就不够，一会儿，反正今天也是二和十二的这个轮次，我保张三啊，保张七，保张九，然后剩下的那些狼你们就反正我没保到的就都有可能是狼了啊，那我也不说是谁了，不是六号牌你是我金水啊，你首先你不能说七号玩家去站边十二你也想站边十二。首先你这么发言别人就会认为你六号玩家有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你眼里面你怎么能知道七号玩家就一定是好人，而且这个七号玩家他也没要站边十二，我听着这个七号不是场上的唯一发言最好的想要站边我二号的吗？好吧，你金水你也再想想，那我也没得说了，也快了，好吧，今天就出十二，好吧，你们再努力分辨分辨啊。哎呀，这不会还有人站错边吧？先从井下说吧，为什么投票给十二啊？就其实挺简单，前缀都点到了，二在那个位置没有兑换四，说哎，你这个四交身份，反而是打死这个四，就意思定四和十二为双狼，这一点不对，我就不重复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在想，如果二作为一张预言家牌，四作为一张枪，六为一张金水牌，我以底牌为好人，三五在我们这边是为狼坑的嘛，二为预言家，我在想两张狼人牌都
不上井吗？在井下如果街道真的是街道查杀牌都不变一变的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好吗？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偏向，而且这个二井上那个状态我是觉得不太对，你知道吗？可能是对二的要求稍微有点高吧。第一个他是作为井后这位内发言的预言家，第二个他是 GY 嘛，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就第一打死这个四，第二个就是三五这个在井下这个位置嘛，所以我就觉得十二的面可能会更大一点吧，我就上票给十二了。井上我听这个七是打十二的，我把七，因为边角位我是觉得边角位得开狼嘛，不开狼的也有比较少，我把七井上标了个狼。可是井下这个七聊到一点，我觉得七不像个狼，为什么呀？他说四在位十二号票，六直接反水站十二的边，井下如果有这个二的狼，他们一定会弃票，不敢直接给十二去投票，你懂吗？七聊出这一点，我就直接把这张七标一张平民为，就标一张好人牌嘛。二刚刚保了三张牌，三七九，我觉得七为好人，三九里面可能会开这个二的匪同伴，我觉得三个匪面比九大，好吗？这个五我就不聊他了，看他的票型吧。为什么呀？因为我觉得他投了票，他肯定有自己心路历程或干嘛的。六十秒聊完了就没了，那你就看他票型是不是出了个二的呗。我感觉可能有没有可能边角位不开狼，因为我听六的紧张的状态，他妈跟这个不太像，这个认识的，因为他直接反水的，这十号二不像个冤家。虽然他反水反得很快，如果你要去验他验吧，我觉得六可能是个双金水，我有好人牌，我觉得七也是好人，我觉得可能边角位不开狼，三九里面开问题，我觉得是这个三，因为二点了三七九三张牌嘛，我觉得可能会点一张狼或一张狼，最少一张狼。你十二自己留警徽留吧，我会出这个二，好吗？服了，过了。十二号后置位还有四个人在井上，他给一个人发有力度吗？25%的几率才会被反水立井，75%都不会有事儿。金水查杀对飞哦，验你这个三，我是觉得你这个位置不信我底牌是个玉，可是你没有上匪票。我就打你一张警徽流，可是你全程没有盘过。很难想象十二号玩家长这样，说话是这样。你可能违章好，我去开开你，让我闭眼感受一下。开开你，看出你底牌到底是张狼还是张好。今天我不想出这个二，接弯嘛，我们留着他好吗？把他的狼头麦先出了。我觉得九十冲的有点狠哦，两点水一个中哦，就是冲哦。我想出这个九，这个九打我，我井下啊。他还不出我一三五，他凭什么拿个狼能这么牛逼？五张，他凭什么还说要留着我这种话？他你妈也太看不起我了！我他妈，你说我这个你是怎么打我的？我操，他也太就是不像我打你第一警徽流啊！停下五张牌，你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上票？那你这个位置拍不出任何身份，你有什么理由？我是张预言家牌，我打你警徽流拯救你。你告诉我，因为我这个位置保了八和十两张牌，十这个位置我认为也是张匪哦。那女巫直接把这个十读了，二不要我也不要的牌，九十两张牌给我顺牌，无外就为摸手这个三，摸手这个十一，六这个位置我想。我觉得他底牌是张匪的话，跟这个二共边，这个六没有必要这么怂。我觉得为什么第一警徽流不会去开这个六哦？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底牌为张双金水，我开了你等于要送你去死，我不想做个验尸官，就所以说我警徽流一定不会去打这个六，好吗？就是我今天要出这个九，把这个九先给我干了，因为第一警徽流里你不可能不给我预言家上票，是不上票的心路历程这么稳，那我打你底牌是张狼，那我听着这个二，明天起来跟我变，我去开这个三，三十一顺摸，因为这个位置没有去上匪票，所以说这个位置我觉得你们可以是张狼也配吃我一摸，对不对？那十这个位置我打你底牌是张狼，是因为我井上保了你啊，对你这个十偏有好感度，你这个十起身告诉我，哼，你这个十二就是张狼。我觉得正常好人牌不会对我这个十二是这种反馈，且我这个位置啊，我聊的还可以啊，我并不觉得我一定是张暴匪式的发言哦、啊。这个十就是你妈打你不讲道理，我打你底牌也是张匪哦、啊，所以说我三十一顺摸。其实我定的狼单无非就是二三九十，可是这个位置我去摸你这个三，我怕你这个三还真的能是张憨憨。如果这个游戏这么简单的话，
那我预言家都可以不验人，所以说这个位置我出这个九总可以吧？十号全部说自己是十号的吗？我出这个九，这也太误人了。我觉得你狼同伴冲的太猛，我想先出出你这个九，你妈打你不讲道理，仅为了打这三，所以我就打你。我讲的很清楚了，那不就说自己是边？街歪在我在，我能活对吧？那你盾牌自己续手，你妈！这十号人家要再投我。就铁狼，人都做他妈了，他还想投我的话，这他妈九号，这九号还能出局的，我操，这九号还能出局，我他妈真吐了，这我他妈笑死我了。我买女巫，你这个十二今天晚上是必吃毒的，好吗？就我这个发言，就他这种发言，你们还能出到我头上？我点狼坑一五八十二，好吧？我是张守卫牌，我第一天蹲了这张二号牌，不是你这个四在那个位置给我先跳出来，我只能在这个位置忍一忍，懂吗？所以我说你不会玩，你就是不会玩这个十二，你十二号牌井上的发言就是报废的，我告诉你。你告诉我，你八十保下来什么什么九十一，你左支位的牌不需要验，一五不在你的警徽流里，那二也留了我的警徽流啊，我凭什么要上票给你啊，对吧？就我聊的什么东西，你们觉得我底牌一定是个狼啊？这个五号牌的那个助听器发言你们都听到了吧？这个八不是一张报废的发言吗？对不对？就你这个四号牌要不要反思一下，你警上为什么要跳出来呢？生气了。这个十二号牌是一张预言家，能出到我九的啊？他有没有盘过一六？可能是倒钩啊，没有啊，对吧？还有你这个女巫牌的，对吧？女巫牌也不跳的，对吧？那你说女巫为什么不跳呢？你这个四不检讨一下吗？对吧？其实我在井上我也是没有看到这个七啊，我真的盘你是个四是个狼啊，这个十二夜你就没有心路历程，你十二井上的警徽流就是报废的，好吧？这十二不就是一张铁狼发言吗？就配置不一样好吗？我一听就知道这个十二就是个狼，这个一不是在末置位，在打什么伪逻辑，什么三五两个狼不上井啊，所以我去盘这个二是个预言，排这个十二是个预言家，这个一不是个报废吗？对吗？这个五说，啊，二号牌说你去听四是狼，十二一定是狼，对吧？二就铁是个狼，这个八不是个狼吗？说听不懂发言，听不懂发言，你去买副助听器，好吗？一五八十二，而且我已经跟你这张扫牌说过了，气死了，他凭什么越过这给你发金水啊？一十二就有可能成立双狼，这个一果断在末置位打冲锋啊！哎呦，气死了，气死了！这把没有什么好打头了，好吧，三刀嘛，你们可以爆刀了，我过了，好吧。你女巫，你今天就算把这张十二号牌给读了，明天他们做，明天还是刀这张二，轮次还是不够的，好吧？就一把游戏，就是被一张枪牌打成了垃圾局，好吗？女巫在我手上，你十二号牌必死。天黑。哎呦，气死我了！我想自刀，狼队友不让，妈的，真的妈行！哎呦，坏了，我忘了静音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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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全都知道我是狼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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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完了完了，什么东西啊？我都说了，三七九里面七为那个好人牌，三九里面肯定会保一张狼队友。我觉得三的肥面比九大，九那发言出局真的可能是个对，因为他最后说但凡女巫在我手上，你十二一定活不过。不过你这个九自己站错边了不会想吧，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站错边了呀？盘莫追一冲票干嘛的，那但凡十二跟一构成双狼，十二给一发一张金水行不行？盘成逻辑上的好人牌，稳吃我这一票行吗？不行啊。嗯，你无常好呗，是吧？而且这个九说，哎，这个四打成垃圾局了，他拍身份，他想证明是个好人牌，对吧？但凡如果退一万步，二是个预言家，他也免验枪干嘛呀？他拍出身份，说什么，哎，这个四打成垃圾局，我就觉得这个九有点不讲道理了，好吗？而且四想站十二的边啊。那我要拿枪我也拍啊，我觉得没啥的，每个人玩法不一样。我会信这个十二，为什么呀？你十二太自信了，为什么？好好的你能出这个二的，二跟你悍跳是个狼，你就出这个二把二给干出去不就好了吗？你太过于自信，你觉得九没在你警徽流里面没上票，你一定要出这个九。为什么九是，为什么十二是个预言家哈？十二但凡是个狼，后缀都说要干这个二出局了，他没必要就出这个九把二留在场上，还要跟这个二去掰，二还可以验人，如果二是个预言家的话，他看不了，懂吗？哎、别的没有啥了。我觉得那个三昨天就是噼里啪啦说一大段，谢谢，就是为这个二冲，好吧？因为这个二这个三说了，仅下白气球，谢谢啊。谢谢好了。他都觉得二的预言家面大了，那为什么这个三要压手要弃票呀？那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上票啊，是吧？把持不住了，因为他昨天那一番话就围绕着二十个预言家打的，他井下又不上票，这不就是心口不一吗？井上看到四拍枪站着十二，六要反水站这个十二，这个三没办法，他既不想给十二上票，也不想给这个二上票，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今天出这个三吧，过了。你十二要留着二，你就留着吧。没了。啊，这一号玩家肯定得是个狼了。那我验的这个十号玩家是好人，然后这十号玩家怎么死的？嗨，那估计是被毒了，还是怎么着的？那不是这盘不是狼人就赢了吗？哎，这游戏轮次你们不会都不知道吧？你像上轮的情况，咱们不说九号玩家出局他是什么猎人也好，不是什么猎，咱们不说九号玩家出局是守卫，还是说是什么狼人或者是什么别的身份，那我们轮次得搞清楚吧？我们最基础的，那我这盘二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两个人对跳，你们在二和十二里面出，你们凭什么出人家九号啊？不是这十二号玩家，他外置位归个九号，九号玩家还能出局？我真的是不懂，我真的也是不明白，你们怎么想的呀？就是我可以接受大家站错边，好吧？因为这游戏大家都有可能站错边，谁能说老天天站对边不站错呢？对吧？也没有什么人能这样。那如果真的有人这样，那他也太厉害了。能有这种人吗？那所以大家站错边，就是我可以接受你们不认我是预言家，要把我出，你们外置位扛推一个守卫，这就说不过去了吧？那你们终归是把人家守卫出了，那接下来不是？而且首先来讲，确实是我觉得一张神牌没必要第一天跳啊。那四号玩家你就跳出来，那不是送吗？当然我们这盘可能结局已经定死了，那好人一定赢不了。但是我只觉得这个在第一天轮次上面来讲，一定是二和十二的轮次，好吧？那就这样吧。那我们那就看看看看着办。那三号玩家好好表水，
好吧，那今天十二号玩家应该还是可以出局的，因为狼人也绑不了票，那就看着弄吧，好吧，这反正基本上也是这个具体女巫走没走什么的，这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估计也要输了，那我就过了吧，出十二啊，出十二。到了，你们这都不能投十二的，那四七两个大魔头凭什么能带他们赢啊？探我身份来了？我不知道啊，你觉得我是狼人你们就出我啊，你觉得我是好人你们就跟我出十二啊。十二昨天称底位，首先九号玩家井上就对四号玩家说了，我没想点九的身份，因为我井下是好人，我就说了九那个位置你应该跳身份，我知道你有身份，你为什么不帮二号票？那因为你井下唯一支撑的，这不是我井下的人发言吗？一号玩家不就匪吗？井下告诉我三九里边三七九里边二号玩家包装了自己匪同伴是这个三，那我跟二三双狼我有一万种理由，我觉得我自己发言不差，那我想冲我就冲了，我是一真的二十二分不清，如果单拎我第二啊，那四跳枪了六反水了，就我一张牌，我又没什么能力，我发言我觉得我自己挺好，但我也不觉得我能让外置位所有好人能跟我票走啊。那你们自己分辨你们的预言家，我分辨我的预言家，我就一票举二了，那个位置四跳枪六反水，二能吃到警徽吗？我在脏家，我底牌是个好人，让你们打二三双狼吗？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二能吃到警徽，我一定给他上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呢？这都是十二底牌是个，你像你们啊，如果按你们正常逻辑，我十二底牌是个预言，是个狼人，手拿警徽，四狼在场，我怎么可能跪不出一个二号预言家呢？那九号玩家那个位置都暗跳不跳的，那都恨不得他妈井下就脱裤子骂这个四了。那四号玩家你怎么能井上就跳枪呢？那他井下不一定有身份吗？他要是个女巫，不就起来倒云水吧？那十二不出局，我往上读他，那他就一定是个铁守卫啊。那十二就听出来归了九，你们让他们就开始往前冲。那四号玩家不回头，七号玩家这种大魔头不回头，怎么赢啊？你们管我是不是个女巫呢？我不知道啊。那你们觉得啊，有可能我的铁站变了，十二已经吃毒了，那有可能我吃不准啊？你们就自己去抿啊！你们觉得我像狼就出我，在这个位置我叫什么身份呢？我不知道啊。这局的游戏关键不是在死期吗？对不对？十号死期能回头就回头。十号也太惨了。你打我是个狼，二个狼，三个狼，九这个队十是个狼，那这个名单狼是谁啊？十二号也太说话也太损了。你们也找不出来啊！你们都觉得七好人，五是那个勾还是一是那个勾啊？你们都不是勾的。那十一号玩家你自己能看清你自己身份底牌？那一屋两张牌，就像七号人家说的，按照你自己逻辑，一屋井下有二的狼同伴，有我的狼同伴，有二狼同伴。你们现在认为二三棍边二三护着两狼，有一屋里边有二三个护着狼同伴，他就压手啊。那十一你自己能看清底牌，你能站那边吗？七号人家你四七两张牌不回头，你们扯我有什么用呢？出了我不就这局铁输吗？我认为四狼在场啊，你们有什么可演的呢？一号玩家就自爆啪啪啪啪刀呗，有什么用啊？让加卡点了，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但我是个好人，我得让你们分清啊。能输，我们得站着输，对不对？我们不能跪着输啊，是不是？不是你们那些盘我说为什么要起跳的，我就觉得就很奇怪呀。本来我是客户，但是你们站在那张二号牌的一直在打我说你为什么要起跳，我为什么要起跳，你们不知道吗？这二号牌起身就是说啊，这张是四十二，可能是张双狼牌。这双狼牌那我不起跳一张，我不起跳，而且后桌子这几张牌我不跳身份给人家正视眼嘛，对吧？就是，而且我又没有聊什么，我只是跳一张枪牌说你们自己逻辑还是你们自己那个呀。但是你们后置位起来沾边那张二号牌的牌全部在怼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起跳枪牌，为什么要起跳枪牌，难道我还等你们把二号把我扛就是说打成个狼牌了，然后什么样的了，然后我再来跳枪牌，然后你外置位再来怼我吗？难道我这样子打吗？那不是更费劲吗？就没必要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你说如果说但如果九号是出错了一张牌，而且你说你要跳你们女人什么什么，你还想按他的女巫牌，你太不起眼了呀！你太女巫，你不可能去破这张十号牌，十号牌是你们是一直站在这张二号牌的牌，二号牌为什么还有什么理由去摸到这张十号牌呢？就很奇怪啊！十号牌是跟你出牌这张十二号牌的呀，他一票打到那，如果你
不可能去破这张十号牌，十号牌是你们是一直占点这张二号牌的牌，二号牌为什么还有什么理由去摸到这张十号牌呢？就很奇怪啊，十号牌是跟你出牌这张出这张十二号牌的呀，他一票倒了，从头井上发言，井下发言，然后还有出票一直跟着你的二号牌走的呀，就很奇怪。就算你说想法倒过，但是这也不是找倒过的轮次啊，二号牌的十号牌的轮在场上，不可能这个时候你找倒过啊，你还去摸这张十号牌，我觉得就不太对啊。而且你这张三号牌起身还想跳一点礼物，你十号牌被破的话，你肯定是跳不起礼物了呀。你跳礼物谁会信啊？没人信啊。就但凡九号、十号不那么用力说啊，你三号、四号牌为什么要这样子跳的话，我可能还会去考虑一下这个二号的预言家面。但是你们站边那个二号牌的牌全部来打，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跳？那你们为什么不问一下你们站边的预言家为什么起身就把我四打成就是像男孩呢？对啊，一般好看的声音都不好听。那如果他这样子打了我不发言的话，那我发言了，你们后面投票了。如果说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十二号预言家面大的情况下，我肯定是我先报我一张面人牌，那我不认为十二号力度大呀。那我那个时候我肯定是这样子去说的呀，但你九号、十二、十三号，你们这样起来发言，就对我敌意特别大，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呀、啊，哎，问一下，这个 JY 是不是就是那个特别出名那个？啊，就是我不认识 JY 啊，但是我以前打完啥，天天听到人家说 JY， 就是每天不需要就是拿预言家和拿好人的时候。基本上一圈发言听完以后，然后瞬间裸点死亡，准确率100%，是不是啊？嗨，啊，过奖了，这样大哥，我是很崇拜你的，过奖了。虽然我很崇拜你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你不是个冤家，知道吧？过奖了。就首先这个三这张牌安跳女巫你没有用，四已经给你盘过了，你知道吧？你站边这个二就不能读这个十，你知道吧？所以的话，你就是迷底命以下，心里没身份，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九我觉得不像盾啊。其实我说实话啊，虽然在后面起了波小情绪，但是我不认为九是个盾，你知道吗？我不认为九是个盾的原因很简单，你知道吗？为啥呢？因为九井上那我说你缺半花的米，我觉得我没说错，你知道吗？他说二为什么是冤家？二是冤家原因因为二是铁玉，因为二留四的警徽流啊。九为啥不是冤啊？十二为啥不是冤家？他留了个三个九，你这不扯淡吗？你知道吧？而且二你凭什么能验到这个十呢？啊？对不对？十井下发言站你边，出票帮你出十二，你还一票打到这个十身上，我是不太信的，你知道吧？其次的话，十二张牌为啥去出这个九，而去留把你这个二留在场上呢？那如果十二是个狼人牌情况之下，他为啥不第一天不把你这个二给干出局呢？是不是道理啊？啊，是不是？所以我当时我一票干在九头上，因为我当时标了三张狼是九十十一，你知道吗？然后呢，听完三的发言以后呢，我把十一给取消了，十也取消了，但九这个狼我这一直挂在上面挂着的。你知道吧？所以的话，当时我就在想一个心理状态啊，十二如果是个匪，干嘛一票要把这个九干出去，不干这个二呢？那对他来讲，威胁最大谁是二啊？而且你二如果是让冤家视角，你怎么开呢？对吧？六是你金水，四是一杆枪，对吧？三站你边，你肯定一五开啊。你最应该开哪张牌？开五。为什么开五呢？因为在你视角里面，十二是狼，四是一杆枪，对吧？六是一张金水，那四为什么敢接金水呢？那最大容错在哪？不是在我这张五吗？对不对？那五十二攻边的话，那四为什么敢去接这张金水？四凭什么能接这张金水呢？如果你是 JY 的话，我觉得你不可能没有这个思考量，你知道吧？而你说你一定要干到这个十，我更不相信了，知道吧？你能打到这个十，票跟你走，井下发言站你边的人，所以我不信，好吧？啊，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 JY 啊，你知道吧？但是其实我对 JY 还是比较崇拜的，因为我练过很多次所谓的裸点四郎，实话实说，基本上不可能，基本上。啊，就听完一圈发言以后，然后呢，直接把四郎给干出局，真的不太像哦，不是真的，我做不到这点啊。但如果你是 JY， 等会儿把你那个主播那个房间号给我啊，我尽力给你刷点礼物去啊，对吧？因为你的大名简直太火了。哎呀，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呀，还客气？怎么这么客气啊？这人怎么回事？哎，有点意思。嗯，我应该没黑麦吧？嗯，我黑麦了吗？嗯，我应该没黑麦吧？这怎么都突然离线了？你聊，你们只能盘这个十，是个狼走的。九号牌是个狼，没有必要跳守卫，那个发言是个真守卫。
你就这么说，外哥，你是个预言家，你可以认狼了，因为这局不管这个在你的视角里边守卫牌走了，十又是个金水，你的金水又倒牌了，你的六号金水倒牌了，场上四个狼都你人家就你就是这个刀。哎，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什么叫我是个预言家就认狼了，你知道吗？都不用说是去，因为女巫已经没有毒了，你懂吗？追不了轮次了，狼人牌也不需要免身份了，知道吗？就不用砍你，也不用砍四，就外追就砍平民，剁平民就行了。同理，你是个狼也赢了，懂吗？这游戏就是这样的，好吧？他问我，说你们就没后边没有必要去盘逻辑了。这边这个游戏就聊一聊天，对不对？大家喝喝茶，对不对？嗑嗑瓜子就行了。我觉得挺欢乐的。我听后边的发言，我想笑，你知道吗？就是十号牌，我觉得挺遗憾的。别人都在聊聊这个矿泉水啊，都在聊这个什么啤酒花生米的，他可倒好，来瓶可乐，我去，一瓶敌敌畏走了，哎呀，挺遗憾的啊，没有参与到这场。我觉得十号小玩家的发言也挺给我带来很多欢乐，我觉得给其他的牌也能带来欢乐，好吗？哎呀，我操！哎呀，我他妈那边坐任务车呢，我操！哎呀，挂机呢，好吧。我过了吧，你就后边不用盘逻辑了，你要盘啥逻辑啊？你只能盘这个十号牌是个狼，对吧？那二三还在去演，你要十号牌是张好人牌，你不管谁是预言家，交牌，你就聊点其他就行了，好吧？聊点其他的就不用聊，不用盘逻辑了啊。那八号牌你也就你看看给大家表演个什么才艺嘛，对吧？这么多观众呢，对吧？直播间也有，这个场上也有，对吧？你看讲个笑话能让你自己笑吗？还是让我笑？你或者是唱首歌，对吧？表演个才艺，跳舞就算了，对吧？你应该没开视频。哎呀，这我真气死了！我一张预言家，我就被他们这么聊。不，是你上铺这边了。他出去了。我要聊什么呢？我其实从头到尾啊，我一直能认下这个七，是七聊的有些地方跟我看的一样。像他第一圈去评价那个六，我就觉得跟我脑子里面想的就出息差不多。而且到今天这个局了，你告诉我九倒了十倒了，你就把这个九盘这个守卫，对吗？这个六是个女巫走的，把这个十泼了，狼起来爆刀了呀！你这个三何德何能能泼到这个十啊？你这个时候跳女巫，全场能做得起女巫的只有这个六，就他在墨这位都那样去说了，就那样对话十二了。他说，那我不站这个二的边了，我站你的边，你把我当双金水用就行了。潜台词就你也不用来验我了，我会证自己身份的。咔一刀，昨天晚上砍死一个六，这个六把这个十破了。唯一能破到这个十的只有这个六啊，而且拿得起女巫牌的也就这个六。你场上变一变，而且这个局。你如果强，就是你一定要去盘，走了两行，狼起来直接爆刀砍了，就没有那么过多的语言了。就今天起来前这位所有牌还在正常的发言的时候，这个十二就是个预言家，而且第一天这个二做不成预言家的点我已经盘过了，就单把力度两张牌的力度抛开来说。你二的那个位置先不要，就是你们不要一直去聊他是不是个 JY 啊，他也是个人，他也有得有自己的思考量，他不可能把出来先四狼咔开个外挂四狼谁谁谁谁结束了，也不是。但是你在那个位置井上后这位六是你的精水，这个四被十二发了个精水了，你当时的发言应该就是对于这个四来说，你有身份拍身份没有身份，你如果去强势无理由站边这个十二，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狼。那井前我听了八十可能怎么怎么样，那井下可能得开两狼到三狼，对吗？那还是取决于你这个四的发言，你警察没有聊出来啊，对不对？先不说你非要点什么四狼怎么的，就首先你作为一个主播去一个正常的实力，我觉得该点到的那个点该点的格局也能点得出来啊，你什么都没有说啊，所以我也不认你啊。然后再把力度拉回来说，你完全抨击不过这个十二啊。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九十一直点了加时卡在那败浆糊，强给这个二败浆糊，听得我头炸。而且我昨天就说过了，我的五坑开四匪的话，这个六跟九我可能选择会摘出来一个。就这个九现在是不是守卫，我不想去聊。总归我今天会出十二，好吧？啊不，我今天会出二，好吧，然后就没有了吧，好吧。
没有了，希望我明天起来还活着。你肯定死不了呀。活着吗，八号牌？我是女巫，因为2、3、9、10是出的这个12，然后十号牌说我11是狼人牌，九号牌出去了，九号牌是个盾牌，那你22为什么不死啊？我就在盘哦，那二号牌你没有警徽，那你为啥不死啊？那十二有警徽哦，他也不死。啊？我就莫名其妙，五号牌还盘着九号牌不是盾。这个十二留三的警徽，那十号牌去打了我11是狼人，我顺手就把他破了。我听八的发音不像狼，你他妈问狼去。十二留三的警徽，我听七的发音也不像狼。那五号牌你点这个九号牌不是盾，你是要跳盾吗还是干嘛？你中奖了，小白银是不是不要了？啊、不要算了，没关系，不是必须要，没人逼你必须要，别要。是这个逻辑吗？别要了。啊，警上你们都不盘着这二十，为啥不死啊？我都在郁闷。八号牌你怎么就知道六是个女巫的？嗯，我听真的八号牌不像狼的，第一天的时候，九号牌我听说，九号牌说十一，怎么样怎么样，没聊我十一号牌，说哦我没，但我就没有买女巫，这个十号牌站起来说十一是个狼人，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点了是谁啊？是1、5、8、11、12，然后这个十二要留三的警徽吗？什么时候组个门派？十号牌警察说十一狼人，那干嘛不去打八呀？我听八也不像狼，第一天的发言，然后七的发言也摘出去了。那四是个枪，他十二要留三的警徽，二就是二十二对跳，六是个金水嘛。我听了六的发言，我就不想听了，还有四的发言，我就不想听，我就退出去了。哎、那一号牌，你站边了十二。你觉得七好人，八好人，十一女巫，十二预言家，四是枪，你一五里面不开狼吗？我这个二号牌还甩手给十二发了张金水，啊，坑都不够啊，二号牌，啊，坑都不够了，十是跟着你出这个十二的，你怎么会翻到这个十号牌头上的？我也不懂，好吧，八号牌你怎么会死啊？不管二十二十是预言家，我四十一肯定走在你前面啊，是不是啊？肯定死在你前面啊！你怎么会死啊？你担心这个干嘛呢？那你十二发言吧，发一下言，为什么要扛对这个九号小玩家？二号牌不是给你悍跳吗？怎么会扛对这个九号小玩家的？哎，我也不知道，好吧。因为迷之自信了呗，认为这个九一定是张匪，因为我打他警徽流了，确实二也打你警徽流了，你底牌成为一张好人牌，你可以压手啊，你不压手我就打你是个匪啊，此生没有盘过我预言家面，我凭什么盘你底牌为一张好啊？你是个盾牌，这把我输了我都心甘情愿啊，因为你没有思考量，因为你底牌是张盾牌，第二天出来还是要干我，你还不第一天你去死，我外就去验人。嗯，三是个狼，你今天你总要出这个三吧，十一号小玩家，你底牌成为一张女巫牌，这个位置三跟你对挑一张女巫牌，这个位置出这个三没毛病吧？这个二我留着，二不倒我不倒啊，我倒这个二买单，我外追还可以验人，还留着我太喜欢我了。今天不刀我这个位置，你狼队还有什么生存空间呢？是有多喜欢我就在1、5、7、8里面摸了呀，还有一张狼在哪？八九底牌不能成立为一张匪走的，九对这个四的嘲讽和对我这个十二的抨击，就底牌一定成为一张好人牌。为什么让你走？因为你打得太悍了，我觉得你没有一张好人牌正常思考量啊。我底牌是张预言家牌，我对你有很大的容忍度。我这位置盘这个别让我在场上待着吧，两张在我头顶上没有动作，两张牌我盘他们底牌，我好人牌面大。是这位听发言，我打你这个九和这个十一警徽流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那你为啥？你这个十一底牌是张女巫牌，你为何不给我报饮水啊？饮水在哪里啊？还是你这张十一在找女巫牌啊？突然想到一个饮水，那你是觉得如果说这个位置没人跟你对跳女巫，这个位置六却是倒牌张女巫，那我输了呀，是这个意思吗？可能对吧？
那我这样的话我不就输了吗？哎，真的太迷之自信了。我出这个三哦，我觉得十一这个位置没给我报饮水，那总归我倒牌后你倒牌，你不倒牌你底牌只能是个匪，我外出去验吧，好吧。我一吃验吧，好吧。因为吃这我大体想去验这个吃啊，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歪哥给他标了一个好人哦，我看他到底底牌是张好人还是张狼。这个酒你们这个下注下的我也是错了，那这个位置我看看你好好下注啊。这个吃做的是什么身份？好吧，我就这还能150的140是吧？吃底牌是个好人，我觉得你们听听十二号就能发言，他还能做得成预言家吗？15都给我上票，边角验人是谁都忘了，我的天哪！你们5跟这个接歪应该是不是共编关系？共编关系不应该这么聊。这个五应该是挺有钱的，看他女朋友挺漂亮的就知道了。这个你直接去斗鱼哦，收那个街歪就行了。出这个三哦，你十一底牌是个女巫，出这个三没毛病，对吧？他说这个五号挺有钱的，因为他女朋友漂亮。哎，这他妈怎么还骂人？哎，就不能我五号大兄弟活好吗？怎么就非得有钱啊？我们五号大兄弟配不上这他女朋友呗？这怎么他妈骂人啊？这他妈十二号啊，我他妈气死了！这你们，哎呦，这他妈吐了！哎呦，我你妈去斗鱼搜。天倒钩无所谓，第二天扛对外追一张好人无所谓，你第三天倒钩干嘛？我们票不是够了吗？你出12，12不就出局了吗？我们十号狼队友，你首先这样呢，我们十狼队友翻七一定金水啊，你不管七挂了谁，翻七金水，明天七金水你不出局吗？啊，你玩的真菜啊，那明天不就输了吗？你牛在场，猎人在场，你帮我转刀名也不够啊，5、7、8三名也不够啊，你怎么那么菜啊？你现在再勾有什么用啊？你第一天不是到了11吗？我记得，他怎么还敢跳女巫啊？我再看看五号玩家，这边不是在虎牙吗？最开始不是 YSL 吗？我是从那个英雄联盟的时候就喜欢听他。这我五号兄弟哪看出来有钱了？这也看不出来五号兄弟有钱啊。我好人啊。不是哪有钱了？没看出五号玩家兄弟有钱，怎么看都是他女朋友有钱啊。我真是好人啊。而且十二号人家三观就不对，怎么着？不是，就为什么男的只有有钱才招女的喜欢啊？请闭眼。他这三观就真的有问题啊！演了，我们刀够了，不用砍十二啊，不用砍十二啊，我们就砍158都够了，158我们刀都够了。搞快点，搞快点。天亮了，真的是。我是个狼，我是个狼，我们这盘就那个赢了，肯定赢了。四号玩家，你为什么不能跳？你看现在我们不就赢了吗？对吧？你看你猎人跳出来了，那不就知道你是猎人了吗？当然，这盘也主要原因也不怪你啊，也不怪你。那个没什么了，不是那个十二号玩家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五号玩家？什么就是他女朋友好看，人家就得有钱呀？
这不是这十二号玩家怎么有问题吧？你这三观就不对。我五号大兄弟挺好的呀，五号玩家我那个房间号是那个虎牙的那个12123，12123，好吧，也别刷太多，咱们也不熟，咱们这个感情慢慢建立，好吧？你就别刷太多，要不我不好意思，我真的会不好意思的，好吧？我过了啊。这把这二出了吧，好吧，太狗了，你他妈刷过你就说我狗。我天哪，把二出了吧，那我听，哎呀，我听七井上把他标个匪，井下他给我盘十二有面，这个四六都姓十二，他觉得井下的狼也不可能给十二上票，应该会压手。我觉得他盘出这一点，我就觉得哎，是个好人啊。嗯，果然。哎呀，把二出了吧，狼再出七，看一看呗，对不对？哎，看一看能不能赢呗。我是好人，我就想这个先把二出了，好吗？把二弄死吧，过了。就是主角有超能力，能够附体别人五秒钟那个。看过那个番吗？我是真不知道这十二跟二谁是冤家，对吧？那五号牌，你说九不是盾是什么呀？我就在怀疑你二十二为啥不死啊？哦、海贼啊，那不是，那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八是好人，七是狼，是吗？一五里面还开一张、哦，是吗？哦。是不是这个逻辑、啊？要么就是十号牌是个狼牌。哦、那不对不对。九号牌是个盾，十号牌是个狼。我最近看了个新番。就是男主角可以五秒钟附体别人身上，然后五秒钟可以干很多事情，懂吗？啊，海贼我后面就没看，看到了一百多集就看不下去。让我想一下，你是什么牌啊？我不是狼啊，我他妈从第一天井上我把这个二摁死了，到投九的那第一天投九的时候我单票挂的二，为什么还能去盘我是个狼呢？所以你是个啥？我为什么会去盘这个六底牌为一张女巫？我觉得能拿得起女巫的就是个六了、啊那个、这个七我就井下我第一圈就聊过了，我觉得他有些视角跟我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把他放进狼坑里面。你第一圈发现太摸鱼了，然后我就把你放在疑似狼坑位了。所以你是啥呀？你是还在演还是你是女巫？你是女巫我们就赢了。等一下，你是女巫的话谁是狼？七十个狼，三十个狼，二十个狼，七十个狼。所以你是不是女巫啊？你怎么会输啊？为什么这种局会输啊？不是你第一天你就推这个二，我也不知道全场就老是给这个被这个光环就蒙蔽了，就留着留啥呀？他这个狼你留啥呀？留着给你生儿子吗？这种局为什么会输啊？不得输吧？啊，这个二起来自信满满的说，哎，赢游戏赢是赢了，所以你这个十一刚才那个发言我又不知道啊，所以你是还在沉浸在演的环节里面，还是你真的是个女巫啊？你真的是个女巫我们就赢，你要不是个女巫我们就结束啊。赢不了啊，为什么这把不应该输啊？哎，这把好人输真的很应该反思的好吗？不是你第一圈井上怎么都这种局都认不清冤家吗？还要在那打浆糊，这个九能真是个守卫，我骂你好好反省反省自己吧。全场点了驾驶卡在那打浆糊，给这个二号票，这二在你心目中成立为冤家的那个支点是什么？全程也不盘，老是在对话这个四，我的妈呀！这把那还不是因为二号玩家悍跳发言好，真他妈逗了。你十一是啥？你十一是女巫，我们就出。哎，管他呢，先出这个二，啊，不能让他小人得意，我真受不了。这种局怎么会输呢？嗯，我很希望你是个女巫，好吧？你要是个女巫，我们把这个二推了，明天起来把这个七一推，游戏就结束了 ，OK？ 好吧？
我他妈怎么聊爆了？放他妈屁！我聊爆了，我玩个网杀我还能聊爆了？你们疯了吧？在票型之外，那个场上的观众啊，有没有把我听出来是狼人牌的？那我，因为昨天我想直接认狼了，因为这个我们狼队已经够了，这六九十都是好人牌，场上有四个狼，那九肯定是守卫，就六不管是个平民还是个女巫，我们都赢了，就不用砍十二啊，另外这位砍三刀就行了，我们四个狼。这他妈十号人家都要当他妈了，他能不出十二吗？这你妈也是挺逗的，人家这盘能怪十号吗？一五八顺砍，突然有个人突然你大晚上的玩狼人杀，有个女的站起来说我是你妈，这局你还能跟他站边？我第一个发言十二铁叉上，这你妈真的，我去，我真的想好了，我想第一个发言十二叉上，突然。有一天多了个儿子，那你能跟他沾边吗？晚上说，二说他不他跳吧，我然后第二天不说话，人家十号人家不愿意当儿子就被女巫毒了。我问了一下，谁一说他不跳，太他妈难受了，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我打勾打冲都行，我打勾打冲都行，只要狼队友跟我活跃一点，那就没问题。但狼队友要不活跃，那就不好打。真的，狼队友要是不活跃，我也不想打，就没啥意思，你知道吗？当当当当，那个随便吧，你们看吧，应该没有女巫了，应该没有女巫了，九肯定是守卫。你一八五里边，你要想挣扎，那就挣扎，要不然咱就投资快一点，要不然再来一天，让我们晚上再砍一刀。你搞快点呀！我要去上分了，我操！我他妈今天要冲。表演个节目吧，对不对？冲翡翠，这么多观众的，表演个节目吧。都有他妈王者分段的人才表演，唱歌不行，你唱歌辣眼睛，你唱歌就算了。你看吧，表演个啥东西，对吧？我要上分呢。那行啊，那让几个歪表演个节目也可以啊。一二一二三是吧？十一最后跳的，我觉得十，哎，算了，不说了啊，都是马后炮吧，对吧？那四没办法，就你这一个神了。但是我真的，我觉得九十真的跟喝假九十，这顶上打说二是预言家，我没听懂，你知道吧？然后这九十，我真的我听点就全是歪逻辑，你知道吗？没招，所以我当时就给九标了个费。然后听完三的发言以后，我当时给九十、十一三张牌都标了费。然后听完这个三发言以后，我把十跟十一取消了，但九这个费我还是没取消，你知道吧？结果没想到只有十一这一张费是标对了。过了吧啊，好吧，那就出这个二，好，出这个二，让他表演表演节目也行哈、啊，是一二一二三是吧？等会儿进你主播间看看去，因为当时这因为以前打狼人杀的时候，天天都是把 JY 已经捧成神了，已经真的啊，过了。哎，就很奇怪，这好人牌都打冲锋，就不停的升。就完全不考虑那十二牌的预言沾面，就十二牌力度那么大的情况下，还在那样子说，这九号也是奇奇怪怪。十一号牌其实从头第一轮我就觉得他就是有点像那个狼人牌，因为不知道是谁点出来，我忘记了哈、啊。就是说他一张在井下的牌就不算票，哦，是七号吧？是七号打倒钩打的真的是太成功了吧？在他七应该是七号点出来这一点的，就是他起来就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是预言家，然后我又没上票，怎么怎么样，就那种情况。他原话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他是点出了这一点的。唉，我还是站那边了呀。输了又没关系，对吧？今天出二号吧，然后再发名言。什么感觉？哎，我要去。噔噔噔六九七二四五六七，嗨，我觉得也不怪那个谁，也不怪那个，嗨，我觉得也不怪那个谁，也不怪那个九号吧，人家不是站错边了吗？
其实讲道理，第一轮也不该是九的轮次嘛。啊，这盘十号玩家确实也不是那个十号，我经常遇到他，经常拿好人故意站边我，然后再出我的。他应该是没太站错边，但是十二号要当他要当他妈了，那他肯定就得出十二号了，所以他那个就也投错票了，那我就过了啊，我过了一二一二三啊，一二一二三啊。天黑，溜了，请闭眼，看一眼结局，看一眼结局，好了，冲分去了，上分去了。感谢多拉美的魔法书，感谢榴莲的这个超粉卡，天谢谢谢谢，亮了。感谢 S 姐的能量石，上分了上分了，我要打职业呢，还想我有梦想，好吧，我准备练练水平去打职业去了。游戏结束，狼人获胜。九号确实是守卫，第一天被扛推了，九号人家走了，生气了，溜了。这局其实说实话还确实是那个，这局怎么说？感谢这个清零级开通的骑士，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